医生，这是昨天刚入院的病人，目前有咳嗽状况，诊断是新冠肺炎，持续观察中。病人越来越喘，早上有用什么药物吗？早上都只有口服药物而已哦。病人真的越来越喘了，我先调高氧气哦。病人还是很喘耶，我们可以照张 portable 吗？我刚刚打电话过了，那因为是特殊隔离病人，至少需要30分钟，他们才有办法到。我想知道病人有没有哮喘的情形，现在又不能给吸入性药物，又不能用听诊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 ES2020 是由科音国际与裕信医疗共同开发的手持电子听诊器，操作十分简单，只要按照以下几个步骤。ES2020 这台电子听诊器除了体积小、重量轻、携带方便以外，更可以依照医疗人员的需求连接耳机与喇叭，不管穿什么类型的隔离衣，医护人员仍可以透过这台 ES2020 电子听诊器听诊病人，及时了解病人的状况。另外，透过不同的听诊模式的切换，更可针对心音或肺音做听诊，对于医疗人员来说，这是最棒的听诊工具。